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 那最近呢，贷款利率也是特别的高，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一直在帮客户就去寻找比较好的一些贷款的解决方案。那最近呢，我们也跟这个德远贷款的敏乐同学进行了一些合作，然后呢，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非常 creative 的一个贷款的方式，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专门请到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高利率的情况下，那有哪一些好的解决方案 ？OK， 大家好，我是德远贷款销售总监张敏乐啊，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和 Iris 一起啊，跟大家讨论一下现在的一些基于高利率情况下的解决方案。大家都知道，最近过去的这个时间，利率一直是在持续攀升的，大家对此的心态呢，也是从最开始的觉得没办法接受，我可能甚至要延期处理我的这个融资，到现在已经心里慢慢接受。但是在此情况下呢，怎么去最大化的保证你的利益，其实是有很多更好的解决方案的。在高利率之前呢，大家可能有一些选择是说我去直接购买 point， 那么我比方说我花了10000块钱的 point up front， 每个月省300块钱，那基本上我可能3年左右可以 break even 回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这个时候可能会选择说，哎，我就买好了，对，我往后的都是我省回来的钱。没错，假如说这个 break even 点很长，那就不划算，不要做这个选择。假如说时间更短，1年，那就是很好的 deal 了。对，就是对于一个购房者来讲，你只需要关心两点：第一，你的 note rate， 这个决定了你的 monthly payment； 第二，就是你的 out pocket 出了多少钱，从 close 的时候 cash flows。那么作为你的贷款公司，你的 lender， 其实我们可以用更有创意的方法去怎么使用你的 out pocket 的这个钱是有讲究的。你可以直接去买，全部做成 down payment， 对，一部分做成 down payment， 一部分钱呢用这个代价换来更好的 monthly 往后的这个 cash flow， 这样其实你最终是省的钱会更多。好，明白明白。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客户，比如说是外国人，或者是刚刚到美国来，然后呢，他们没有，比如说没有这个 credit report 或 credit history，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要寻求一个不查收入贷款。对，那其实对于很多外国人，或者是说对于美国身份之外的申请人来讲，尤其是这两年，假如你在之前投资的房产的话，现在的净值基本上已经翻了一番了。对，那这个时候怎么作为投资的角度来讲，怎么更好的去用到你这已经拿到的 equity 去赚更大的雪球，这个其实是大家都在面临的一个情况。但是外国人本身呢，你受各种限制，你可能拿钱的方式会比较单一，或者受限比较大，和本地的居民相比，那我们可以对应给你一套组合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讲，就是你假如在这儿有一套净值的房产，你可能短期内其他的流动性的资金过不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从当前的房产帮你做一个短期的过桥，把钱拿出来，再做首付，再去投资下一套，基本上这个比例可以做到1.5倍。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个100万的房子，你可以再买一栋150万的房子。就是假如说你有一个100万的开，就是净的 equity 在这儿，你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再从倒很多首付啊，或者 reserve 之类的，你只需要有这个房子在美国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整套的方案，最终让你 end up 有两套房子，一个100万的在，一个150万的在。哦，这个很好，对，很好。所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快的。这个就是很适合，就是说你已经在这边有资产的这个老移民，或者是在这边之前买过一些资产的，然后呢，到时候再想买新的资产。那如果说完全在这儿没有资产，就是说我就是想先买一个房子的话，像这样子的情况呢？也是可以的。这个我刚才说那个更多的是说钱不太容易过来，大笔的钱不太容易过来的情况。对对对对，事实上当你在美国并不需要你有报税收入，甚至你可能连 SSN 都没有，这个都是有对应的解决方案的话，只不过任何的房产交易都会至少有一部分首付在，没错，要多还是少的问题。可能最少的普通的我们没有收入的那种10%，我们也可以帮你做。假如是外国人的话，可能你得放到30%左右。30%左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应各种调整，根据你的需求，我们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不管你有没有收入，或者在这儿没有房产。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刚移民过来，然后呢，没有在美国境内没有收入，然后呢，你也没有在这儿没有任何的资产，我们也是可以做的。是只是说你可能要放30%的 down payment。但如果说你在这边已经有了资产，假如说你有一套100万的房子的话，那就光光凭着这个资产，我们可以再做买一个150万的房子，可以帮你把它盘活，然后做更多的投资，帮助你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对，这个是很灵活，对对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方式。要感谢敏乐告诉我们这个新的一个信息啊，也希望大家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希望我们这期视频能给我们的观众们有所帮助。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啦，再见，拜拜。